辛辛苦苦整的这个大月饼终于烤出炉了，试一试味道。以前呢其实我不是那么喜欢吃五仁的，因为以前的五仁月饼呢你吃的时候它真的很硬，但是这个不是，它的心呢是你吃的身是 有空气感的，就是你完全不是那种很实，但是它的馅料又很丰富，很软滑，它软滑得来呢它有真实的感觉，一咬下去你无论你咬到哪里，那些果仁它的真实感是充斥着你口腔，它的香气啊真实感啊。这个月饼呢因为它有了火腿丝，它的高粉里面的面粉呢高粉是放得非常少的，有火腿丝在里面，它的组织呢就没那么密。讲简单啲就系材料精选咗，其实我好期待食咗粒冰肉。我食到啊，我食到啊，完全系冇肥嘅感觉。哇，咁嘅冰肉！系啊系啊，佢咬起身仲有少少烟韧嘅嗰种。呢个系。咁样讲我又督够你。系咧，真系督够少少。反而咧，我觉得咧，因为冰肉咧，佢呢个地方佢调得唔系咁甜啊。可能我吃的时候它的糖已经是化了，但是它跟那个火腿丝你两个夹在一起吃的时候呢，哇，那个肉香味是很重的。你说到糖这件事呢，我就想到杨师傅，我想问问你，除了落蔗糖来做，有没有一款是没有蔗糖的呢？有啊，我们有一款没有蔗糖的，没有蔗糖就是木糖神啊和怀祖糖啊，这款月饼就比较淡厚少少嘅，证明你哋真系做事咧都好用心。